Like all good parents, 好似所有良好嘅父母咁，我自己嘅父母都渴望佢哋嘅仔女有光明嘅前途。我嘅爸爸唔系教会成员，因为当时特殊嘅环境，父母决定我同我嘅兄弟姊妹都应该离开南太平洋上嘅美属萨摩亚岛嘅家乡，去到美国读书。对我父母嚟讲，特别系我妈妈，同我哋分开系一个困难嘅决定。他们知道当我们身处于新环境的时候会有未知的挑战，不过凭着信心和决心，他们依着他们的计划努力前进。因为我妈妈在后期圣徒家庭长大，她很熟悉禁食和祈祷的原则，我父母双方都觉得他们需要天上的祝福来帮助他们的子女。藉着这个希望，他们开始抽时间出来每星期用一日为我们禁食和祈祷。他们的愿景是为他们的子女预备好光明的前途，他们凭着这个愿景去行动，而且为寻求主的祝福去运用信心。透过禁食和祈祷，他们得到保证、安慰和平安，知道一切都会好好。我们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挑战之中获得所需要的愿景，去做那些令我们更加接近救主的事呢？提到愿景或者异象，箴言教导这个真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如果我们想有福而不是灭亡的话，我们一定要获得救主想我们有的愿景。救主召唤一些卑微的渔夫跟从他，救主看到他们的潜能，比起渔夫自己看到的更加多。他们见到渔夫，他们将会成为怎样的愿景。他认识这班渔夫的良善和潜能，并且他行动去召唤这班渔夫。他们最初不是很有经验，但是当他们去跟随，他们见到救主的榜样，体会到他的教导和成为他的门徒。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部分的门徒离救主而去，因为门徒听到难以忍受的事。当注意到其他人都有可能走的时候，耶稣问那十二个使徒，你们也要去吗？彼得的回答反映出彼得已经有所改变，以及得到基督是哪个的愿景。彼得回答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藉着这个愿景，这班充满信心和虔诚的门徒，当耶稣基督离开了之后，他们可以做到很多困难的事，例如去宣讲福音和建立教会。最后，他们有部分人为他们的见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经文里面有很多的愿景，然后为愿景去行动的例子。先知阿尔玛当他听到阿宾纳代毫无惧怕地在罗亚和面前教导和作见证，阿尔玛就获得一个愿景。阿尔玛为阿伯拉罕的教导去行动，而且去教导他所学到，为相信他所讲的话的人施洗。当使徒保罗迫害早期的圣徒的时候，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途上归信了，之后就教导和为基督作见证去行动。在我们的世代，很多年轻的男人、女人和年长的夫妇都响应神的先知的召唤去传道，凭着信心和勇气，他们离开家和熟悉的每一样东西，因为他们有信心担任传教士可以促成很多伟大的事。他们为服务的愿景去服务，他们亦会祝福无数人的生活，同时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对上一次总会大会，万宣会长感谢我们互相服务，以及提醒我们有责任去成为神的手，去祝福他在地面上的儿女。教会成员能够为万宣会长的愿景去采取行动，履行这个责任，实在是非常温馨的一件事。救主离开之前明白我们需要帮忙，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教导使徒，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同一位圣灵亦赐予我们力量，而且鼓励我们去做救主和现今先知和使徒所教导的事。当我们将领袖的教导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救主对我们的愿景。
在这个大会之中，我们已经接受了来自先知和使徒受灵启发的忠告，寻求圣灵的同时要研读先知和使徒的教导，并在心里面沉思，让你们生活里面获得这些教导的愿景。有了愿景，你要运用信心将他们的忠告付诸行动，用心查考和研读经文，获得比你的信息当中进一步的光和知识，在你心里面沉思他们的教导，等教导去启发你，然后将你的灵感付诸实行。我们家庭学习到，当我们禁食和祈祷就是行动了。以马讲到，我禁食祷告了许多天以知道这些事。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讲到禁食和祈祷是获得保证的方法。我们亦可以禁食和祈祷去知道怎样应付生命里面的各项挑战。在我们生命里面会经验困难的事，有时候会削弱我们做应做的事的愿景和信心。我们变得很忙，令我们经常觉得不知所措，不可以再做更多。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是我谦卑地建议我们一定要专注我们的愿景在救主和他的教导上面。救主在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的使徒身上见到什么，令救主付诸行动去邀请使徒去跟从他呢？好像使徒那样，救主又对于我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的愿景，我们需要好像使徒那样的信心和勇气，才可以再令我们再次专注在最可以带来永恒幸福和无比快乐的事情上面。当我们查考救主的一生和他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见到救主在人群之中教导、祈祷、鼓舞和医治。当我们跟随他和做我们见到他做的事，我们开始会见到愿景，见到我们可以变成怎样。藉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会蒙福，有更好的理解力去做更多好事，转变会开始，而你的生活会有不同的秩序，使你自己和家人蒙福。在救主施助尼腓人的时候，他问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他回答，应当和我一样。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令我们变得似救主，而他亦有表明这条道路。因此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知道，当我们获得救主看待我们的愿景并去行动那时，我们的生活会有意想不到的祝福。因为我父母的愿景，不单止我人生之中有接受教育的祝福，而且我亦找到接受福音的环境。更加重要的是，在我学习到良好和有信心的父母的重要性。简单来说，我的人生从此改变。就好像带领我的父母去为他的子女禁食和祷告的愿景，以及早期的使徒跟随主的愿景，同一样的愿景可以启发我们和帮助我们去采取行动。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一班向来都有愿景、信心和勇气去做事情的人。看看我们一路以来接受到的各项祝福，要相信救主会祝福你，会在生活里面有愿景和勇气去行动。我留下我对救主的见证，和见证他想我们回到他身边的渴望。要做到这件事，我们就要有信心去做，去跟随救主和变得好像他那样。在我们人生之中的不同时间，他总是会伸出他的手邀请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好像救主所见到在他早期门徒里面的伟大潜能，他都一样在我们里面见到相同的潜能，让我们看待自己好像救主看待我们一样。我祈求我们可以有勇气和信心去行动的愿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